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哇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啊，去做这个敬拜赞美的时候啊，想邀请大家一起啦，起身啊，做下身正的活动啊，唱下啲赞美诗歌，去敬拜我哋呢位天上嘅父神。连雨海就出降雲，磐石唱赞美歌声，风雨电也歌颂，云雾同颂吹送，全地就响声势无比。赞声永不需要，全地要敬拜师父，高唱万有之上，荣耀无限之处，传颂我主尊贵耶稣。发出赞美的声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创，我们是受造之物，神创造我们，而用祂的形象，祂的模式 去创造。他说如果我们一班受造之物 不去用歌声唱，他说就算一棵花、一棵草、一块石都要发声去赞美。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声音去赞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为什么我们不放胆去唱？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高歌赞美他。为何舍弃天家的尊贵，放下权与位，直到死，身心已饱经和困，无悔
付上十架牺牲，一切耶稣牺牲，成了仆人，但免受创伤牵制，以卑微神成就千秋公义共至爱，弃计代价无言地作赎祭。心意听因主吩咐，要立志更新，尽这生彰显救恩的乐人，神圣十架是我每天，耶稣是神成了仆人，发无言地作活祭。慈悲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但是你甘愿舍弃天上面的一切荣耀、荣华、尊崇的荣耀，愿意谦卑成为人的模式，成为你所造之物的模式，进入我们的历史里面，进入人类历史里面，做一件轰天动地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宝血，为要拯救一切所有同神你决裂了的人。而我们这班受造之物，只要就是承认主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一切，要请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能够成为坦然无惧的得着天上面儿子的名分，坦然无惧的今天能够来到你施恩座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幔子由上至下这样撕裂开，叫我们今天能够是带着宝血洁净的身来到神你的殿，将我们一切所需所求的都献到你的台前，成为馨香的祭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因为圣灵教导我，我们如何去祷告，而这些祷告能够成为馨香的祭物，直达你的台前，成就与否全求主你。天父啊，真的当我们今天奉你的名聚在一起，可能在湾区华人圣经教会，可能在不同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奉你的名聚在一起，愿我们同感一灵属天的灵，去教导我们如何去敬拜赞美你，叫我们将一切忧虑疑惑全然的放下，今日的目的，在这一刻的目的，我们就是敬拜赞美主你，因为你不单止在十字架上面钉死，你三日之后复活，
要宣告一切奉你的名的人都要同你一起复活，永恒的与你同在，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喜乐。天父，我们原本就不配，但主，我们感谢主你，是你的一切作为叫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坦然无惧去到你的台前，求宽恕，求医治，求看顾，求赦免，求主你接纳我们的灵里面发出的感恩，灵里面发出的诗歌，因为你要我们用灵里的敬拜赞美你。祷告同以下时间诚心交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赦免罪的祈求，同周围的朋友讲声好高兴能够今天见到你们，在一起大家清楚。翻身抛开尊贵，甘心牺牲，十架难酬金主大能，神得胜了已成就救恩，差地耶稣得胜了荣耀，耶稣高贵名字，众羊主曾由永远百般敬拜，欢呼歌唱传颂救主，耶稣你是王，是你下岗翻身，抛开尊贵，甘心牺牲，十架难酬金主大能，神得胜了已成就救恩，赞美耶稣得胜地，耶稣宝贵名字，众羊主曾由永远不得敬拜，欢呼歌唱传颂救主，耶稣你是王，赞美耶稣不息。我而家就要介绍我哋今日嘅特别嘅讲员啦。咁我都系好特别地，牧师今朝就特别吩咐我要介绍呢位讲员。咁我有乜讲失嘅咧？请你宽恕。其实都无需要点样特别介绍啦，因为大家都好认识我哋呢位嘅好朋友吴宣伦博士。今日佢会上嚟同我哋正道，请吴宣伦博士。好感謝神嚇，開咗個麥未 ？Hello， 聽唔聽到啊？
好感謝神啊！你哋嘅余牧師、陳牧師咧，好俾面我，每一年都俾我有兩次機會嚟到同你哋分享。我記得上一次嚟同佢分享嘅時候咧，就係講四小時嘅黑暗。當我未離開教會之前咧，有個弟兄就問我：佢正話你講你話時間對神嚟講唔係一個限制，所以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啊，天父就審判新舊約聖徒 ，including 你同埋我。所犯的罪，神一早已经知道哪一个时候、哪一日、哪一几分钟、几多秒钟，你犯什么，你的脑海里面犯什么罪，神已经知道。所以我们虽然二千年之后才出世，但是神已经审判。他说，既然你说时间不是神一个限制，那为什么神要用四个钟头，由十二点正直到下午四点钟天黑了？我有答案俾你，不过要最好同大家讲，唔好净系同你讲。嗱，我而家解释点解日下昼四点钟。耶稣被钉十字架嗰日系礼拜五，嗰日系逾越节。犹太人有七个节期，最大个节期就系逾越节，就庆祝佢哋出埃及之前得十个灾难，最后嗰个灾难就用逾越节嘅羔羊。在个门框查啲血喺树，咁个 The Angel of Death 嚟到嘅时候就唔会进入你佢间屋嚟杀嗰个 The Firstborn 人同埋畜生 Firstborn 都要被杀，所以佢好庆祝逾越节嗰日啱啱系逾越节，个逾越节要杀羔羊，啲羊点杀咧？我做 research 就知道大约有二三百只羊要被杀。来献祭是礼拜五，即是耶稣钉十字架那天 ，exactly on that day， 很多道门进入圣殿嘅，其中一道门咧专为俾羊入去嘅，那个门叫做 The Gate of Lamb， 三百只羊入由嗰度入到祭坛附近咧，咁啊嗰啲祭司仔利未族咧，啲人就唔翻工嘅，佢就全时间喺圣殿里边服侍。咁啊，有所有利未嗰啲祭司仔啊，就杀嗰啲羊，由朝头早九点钟，八点钟又入嚟，啲羊入嚟，九点钟开始劏嗰啲羊，将啲羊血放喺祭坛个槽嗰度，由上午九点钟一直至到下昼三点钟咧，就要洁净晒、劏好晒噶啦。咁啊，将嗰啲羊切开一块块，挤上祭坛上边，到四点钟咧。就点火啦，嗰个叫做 burn offering， 叫做燔祭，烧到变灰嘅。咁点解耶稣下昼四点钟先断气咧？啱啱嗰阵时就系献燔祭，喺逾越节嘅羔羊献燔祭嘅时候，所以神就定咧系四小时黑暗到四点钟咧，先至天开始发光。然后耶稣就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希伯来文神就是 Elohim，Elohim，Elohim，Lama Sabachthani。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佢 exactly 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嘅羔羊。我就向佢解释呢度，咁需要成五分钟。嗱，今日同佢讲个题目咧，就系其实我头先同阿牧师讲啊，我传福音讲福音信息讲咗30年。就发现最难讲的信息就是福音信息，因为福音太浅了，福音很浅的，个难度就是你令到啲会众听众唔瞌眼瞓啊，嗰个难度啦。咁有时要讲一个难 get， 等佢笑下，咁啊唔会瞌眼瞓啦，系咪啊？有人 challenge 噶，教会的门打开噶。福音主日请好多人嚟，你未信主嘅人请入嚟，咁有人有 challenge 佢。有一个喺九龙城浸信会有一个晚上讲晚堂嘅时候，有个女士佢唔信主嘅，佢话我唔信耶稣，因为你话神系爱，我话神唔系爱。我哇，你咁勇敢企喺我台前行到上前边，擘大只脚企喺树，翘埋只手。我点解你咁讲啊？佢话嗱，我基督教中学出嚟噶，
你说神是爱？错。你看约书亚记，神叫约书亚带领那班犹太人，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说你要去到那个地要杀晒所有迦南人，连啲畜生都要杀埋。你说神是爱？我不信。我说哦，这样啊，你都要棘住你，是不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迦南人呢，当日要读历史，有时你看圣经呢，他没有说的，要看历史文献、科学文献、考古文献，时事追击，你原来知道，原来那个时候呢，迦南人是拜一个神，一个摩力，个摩力是 God of Fire， 火神，一个铁的像，站在上面，两个手是这样的，就将那些 BB 来献祭，除晒衫，就烧红那只手，那条铁啊红晒，然后将它辣上去，辣好耐才死的，大叫啊，惨叫，咁叫献祭。我话神就唔想以色列人学咗呢啲嘢，就叫佢杀晒嗰啲人。结果就点啊？结果我哋冇啊，同我哋做 friend。以后拜假神就系因为佢冇杀嗰啲迦南人，咁佢冇声出啦。咁啊，第二个问题啦 ，challenge 我啦。佢你话信耶稣上天堂啊嘛？个圣经边度讲信耶稣上天堂？咁你点答咧？个你哋都听翻嚟嘅啫嘛，个个牧师都系咁讲噶啦，信耶稣上天堂。咁我为咗咁样，我预备咗篇信息，就系人死后的去处，好似啲教会未讲过，我就答应阿陈牧师，我话九月我嚟第二次咧，我就讲足人死后嘅去处，系讲圣经入边点解？你点知耶稣？点知我哋人死咗，基督徒死咗上天堂咧？有讲不？你要揾啊，你识揾得噶，全部圣经嚟嘅。咁呢个下一次，我今日讲就系喺神嘅天平里边有个秤嘅。嗱，我读咗好多 chemistry， 我后生嗰时读咗好多，都好多书 ，physics、chemistry、数学、电机工程、医学，我读过。读化学有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然后就 PCHEM 即系 physical chemistry， 然后 biochem， 然后 pharmacology 药物学。我记得读 quantitative analysis 嘅坐个天平咧，要喺个箱一个玻璃箱入边称嘅。天平攞嚟称乜嘢咧？第一称黄金，第二称海洛因毒品。哦，要教你嗰支针咁摆，佢唔停噶，系咁摇咁，因为佢要。稱到一個 milligram 或者十分一個 milligram 咁準確咧，要俾佢喺個箱入邊，等啲空氣流動咧唔會影響佢。然後我哋學嗰啲針擺邊邊，擺邊邊咧，然後知道佢稱有幾長、有幾稱、有幾重。其實神有個天平俾我哋稱嘅，你知唔知？邊個講噶？聖經講噶，有個天平。是 concerning the judgment of God。 今天的题目就是在神的天平里面有多少份量，先用什么来跟我们称、啊、黄金仔这些拿那些秤砣在这边这样来 balance， 你就在这树那边用什么？用十戒，四样东西，其实不止四样的，有六样，一会我讲六样东西。十戒 Ten Commandments， 有耶稣基督的生平，你一生的机会和爱的诫命 The law of love。 在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所灭，因为耶利米耶利米说、啊、叫他们悔改，不是要被掳七十年，讲到耶利米讲到喊，所以他写在个山洞里面写耶利米哀歌，一路写一路流泪，那个山窿好紧要嘅，因为耶利米喺个山窿写完哀歌之后，六百年，耶稣基督就喺个山洞附近嗰树被钉十字架。六百年之后，巴比伦离开耶路撒冷1500里，耶利米一早讲咗噶啦，唔系隔离，唔系一个隔离，喺咁远水路嚟咯。被掳，你班人咧要被掳 in captivity 70年，咪先知但以利嗰阵时又睇翻巴比伦啊，巴比唔使睇翻耶利米书，佢话哦，我哋被掳70年啫，咁即刻同啊
波斯，波斯嗰陣時滅咗巴比倫噶啦。By the way， 琴日黑教宗係嘛？一日24小時，每小時60分鐘，每分鐘60秒，邊個定噶？你知唔知邊個定噶？有冇人知道？舉手。你唔知啦嘛？我話俾你知邊個定，係波斯。波斯定每一日24小時，每小時60分鐘，每一分鐘60秒。咁啊，一個圓周，我哋讀中學嗰時，圓周係360度角，半個圓圈係180度角，直角90度角，邊個定噶？又係波斯，即係今日嘅伊朗。因為古代古文化喺嗰區，喺中東嗰度啊。不過考古學家又發現咧，印度啊嘅文化比埃及早起碼早1000年。化石研究。今日印度喺邊度？印度喺中東嘅東邊。咁你又睇聖經啦，嚇睇翻創世記，當亞當夏娃被趕出嚟嘅時候，伊甸園好多道門嘅，佢由一道門出，邊道門你睇聖經啊？東門啊，向東啊，所以一出咗嚟向東行，啊難怪咧嗰啲文化一路向東閃，同埋中國人同出一源，向東行，去到印度、巴基斯坦那個夏娃個名就轉咗，嗰時未有文字嘅，未有啊，口傳嘅咋，變咗女娲，然後啊喜馬拉雅山山腳咧上北上去到黃河流域，就變咗女娲。其實就係夏娃、女娲、女娲、女娲。嗰時未有文字，只係口傳，咁變咗神話。中國嘅上古詩係神話嚟嘅。女娲上半身係女人，下半身係條蛇嚟嘅。咁點解女人同蛇拉上關係嘅？希伯來文化。咁啊，尼布加尼撒王死咗之後咧，當然啦，好多但以理書講得好多嘢啦，又發夢又呢樣嗰樣。就佢個孫叫伯沙撒，伯沙撒咧就等我放大啲嚇。個孫叫做伯沙撒繼位嘅時候咧，佢就慶功，哇！我即係國家全世界最強嘅國家，尼布甲尼撒王當日係最強嘅王啊！我哋國家豐富啦，那個城牆啊，巴比倫嘅城牆30尺咁厚，唔怕敵人嚟，咁啊大排筵席，請飲酒啊，11000人喎。咁攞啲金杯嚟飲酒啊！唔夠金杯啦，唔夠金杯咧就係幾喂？我哋去耶路撒冷聖殿啦，搶咗好多金杯、金杯、銀杯翻嚟，不如用嗰啲嚟飲酒啦。咁記載喺但以理書5:22-28，伯沙撒，你是他的兒子或作孫子，其實係佢孫嚟嘅。你雖然知道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將他殿中嘅器皿拿到你面前啊！你拿啲耶路撒冷圣殿攞翻嚟杯嚟饮酒，向天上嘅神自高，喺神面前自高自大啦！呢个系 absolutely no no。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些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嘅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假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行动的真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哦，原来咧，手指写字嗰啲墙唔系而家啲咁嘅 sheet rock 啊，唔系石膏板啊，嗰啲墙系石嚟噶。一只人嘅手指喺个石墙嗰处写字，画啊，即系雕刻咁样嘅。佢寫咩字咧？寫你 many tackle。另外烏法爾新，一陣我用希伯來文俾你睇下。講解是這樣，佢話利利就是神已經算你國嘅年日到此完畢，即係你今晚會亡國啊。提下勒咧就係、是。
你现在被神的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嗱，我今日讲的题目就是神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个天平，我哋要去称啊，睇我哋有几亏欠上帝。另外嗰边嘅秤砣就是用十诫，用 law of love， 用我哋的机会。你有多机会，你有多啊自主权嘅。去称嗰时称出你有几对神有几亏欠，你的国会分裂。歸於兩個國家，就是馬代和波斯，波斯就是伊朗，那兩個是親戚來的。後來伊朗滅了巴比倫之後，他吞埋馬代。那麼但以理先知本來在巴比倫做到高官的，那麼後來就移到去伊朗，即是今天的波斯，即是今天的伊朗，就是以前的波斯，就做了他伊朗王第一個 Prime Minister 是猶太人。今天我不知道為什麼伊朗那麼鬼憎以色列，第一個 Prime Minister 是但以理。但以理和以西結兩個先知的墳墓是在伊朗那裡，證明了但以理去伊朗過一生。利未記第七章第二十一節，有人就講過潔淨與不潔淨，因為摸了什麼不潔淨的物，或是人的不潔淨，或是不潔淨的親畜，或是不潔可憎之物，吃了獻與耶和華平安祭的肉，這人必從民中剪除。即是話，如果我哋喺天平上面去稱係虧欠神咧，神就會剪除佢。That night， 如果睇歷史世界史咧，巴比倫就被波斯所滅。我正话讲过啦，嗰佢个城墙，巴比伦个城墙有三十尺咁厚。原来啲波斯嗰啲军队已经挖地窿入咗去巴比伦入边，已经埋伏晒喺住，所以嗰晚就俾人杀，巴沙沙被杀。下边咧有个蓝色嘅字先睇清楚，唔该。If God tells us today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America。You probably won't believe it. 即是为什么美国这样的现在选总统你选哪个好啊？没个正经。为什么天气一日讲 National News， 第一样就是讲天气、又旱灾又水灾又风灾又雪灾，以前没试过一日是这样讲，讲成半年都是这样讲。夏天就加州大火，而家水浸，唔知點解啲火車成日出軌嘅。喺呢三個月裏邊，幾項貨車出軌，民航機喺機場差不多撞機嘅。你有 traffic controller 噶嘛？你點可以依架飛機喺呢個跑道預備起飛，嗰架飛機降落啫？兩個直升機相撞，兩個民航機又相撞。What's happening to America？ 因為美國已經離開咗神。That's what happened。我哋唔可以全赖金钱，唔可以全赖 Washington D.C.， 唔可以全赖 United Nation。我哋只可以信靠我哋嘅神主耶稣。我能够有平安，系因为神知道美国仲有一班教会信仰纯正嘅教会，佢哋啲人系喺神面前系谦卑，系认罪，好似刚才主席。就 worship team 祈祷，求神饶恕我哋嘅罪。有啲罪我哋都唔知嘅，我发现咗咧，有啲罪我哋冇留意嘅，所以我预备咗一篇信息啊，唔喺呢度讲，即系喺网上讲，就系不常见的罪。原来我哋幸灾，圣经讲，原来我哋幸灾乐祸，有啲人你唔中意嘅，唉，佢人真系衰人啊！我希望咧，佢有啲咩咩發生喺佢面前，或者有個人喺佢門口跌倒，會被人告啊！好啦，咁樣我有呢個問題，我後邊 back 一有啲樹咧，佢唔俾我 prune， 唔俾我斬，成啲樹枝跌落嚟。我曾經諗過，哎呀，如果打風啲樹撲去嗰間屋好啦，咁樣原來呢個係罪嚟嘅，幸災樂禍係罪嚟嘅，咁所以我有個題目叫不常見的罪。将来有机会讲的。找人来读那些字，那个字就是什么呢？
就是 menu tackle your fashion。 menu 就是 remember， 记住 tackle 就是你要被放在神的天平里面， your fashion 就是神要审判，神审判我们将人放在天平上面。 Don't worry，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教会会在天空上被神审判，那个叫做 Beamer of Christ， 即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就不是惩罚的，那个是奖赏台来的，好像奥林匹克啊、世运那样，哪个拿金牌，哪个拿银牌，哪个拿铜牌，有些拿纸牌，有些拿空气牌，没有牌，不知道的。我们怎么审判我们不知道，不要以为我们上讲台讲到那个一定奖赏最多。 No， we don't know。神不是看我们 exactly 做了什么，看我们的心态。你带一个未信主的人来到福音聚会，信不信主是他自己的决定，你不可以逼他信主的。他肯来，你的工作已经完了，你有奖赏，他信不信主他的事我们不知道。即是我们要侍奉神，你做无论你唱歌 worship team 也好，做崇拜主席也好，上讲台也好，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出发点是要荣耀自己，你就没有奖赏，一定没有，是荣耀神。嗱，Belshazzar醉酒饮到醉，神没有惩罚他。Belshazzar佢有很多不道德 immoral activities， 在皇宫里面很多不道德的事，神没有为了这样惩罚他。但是当他一骄傲的时候，哇，拿你圣殿老回来的金杯来喝酒。他骄傲的时候 ,the pride, fail to glorify God, 神要消灭他。如果今天神在美国的墙上面写字，神知道人的诡计，唉，那些高层政界人物有谁不讲大话的？有谁不讲大话的？你说 Joe Biden 也好， Trump 也好，即没什么正经的。比较正经做美国总统的就是 Jimmy Carter， 他现在在 Hospice， 他说 在 Hospice 就等死了。他说一句说话跟记者说，他说我知道我快会死， But I have no fear， 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好总统，他是一个好基督徒。他平时教 Sunday School， 同人搭屋起屋是免费同那穷人起屋。 He said I have no fear。 富兰克林是美国的重要历史人物，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 There are two things for sure， Death and Taxes，即是死亡一定会来到，政府抽税、一定不会停。所以人买屋你不要想着间屋多少钱，多少钱买间屋，你迟早供完，二十五年三十年你会供完。但是有一样东西没得供的，没供不完的，就是地税。 That's for sure。 神知道人的诡计，人的谎言，无论你政界人物也好，media 又好，你睇 Fox News 同埋 ABC News 系 totally opposite， 总有一个系讲大话。但系当约拿，神吩咐约拿去尼尼维去你未成嘅时候，仲有四十日，我降火嚟消灭你 ，unless 你悔改。结果全城嘅人都悔改，神就冇用火消灭佢。约拿就担心啊，呢个人咧真系，佢就做先知。他坐在城外面呢，帐藤树下在等看烟花，他看神怎样降火来消灭尼尼微城。神没有消灭他，因为他悔改嘛，他就闷了，想自杀了，想死了，即是先知都想自杀，有这样的先知，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他们悔改，神就宽恕他们， spare 他们。如果今天在美国那些人 turn back to God， 神会宽恕美国。 J.
judgment i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now. 全靠一班信仰純正教會的基督徒。美國有 很多人信主的人，他信仰純正，全靠那班人就 hold 住美國， hold 住神的憤怒。今天美國會悔改嗎？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二十九節說，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Consuming 啊，燒到盡啊。在約伯記第三十一章第四到第六節，神岂不是察看我們的道路，點數掃點我們的腳步呢？我們若與虛謊同行，腳若追隨鬼詐，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稱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純正。那個天平度我們呢，就度到你有多虧欠，或者你有多純正。哇，那縫牆有隻手，看到隻手的手指在樹，哇，那石牆好像挑客。哦，喂，誰懂讀，誰懂解啊？不懂，找些 psychologist， 找些 sociologist， 找些聰明人來，博士的來解啦。沒有個懂解。皇后就說，喂，有一個人很聰明，他的名字叫但以利，他好像他的神跟我們所拜的神是不同的。他跟你解，跟你阿爺解夢那個呢，叫了他來爺但以利就解釋了。 The world, the nation， 個人、國家、 individual 在神的 scale 上面去被稱，左邊那裡是你，你放那裡，右邊那裡 you're against what？ Against 十戒，愛的戒命，耶穌的生平，你工作果效，你一生的機會。我們有機會服侍神的，但有人呢教主學，我其實以前我某間教會教主學教了三個月，他要休息，要休息，很辛苦教三個月。我教主學教了三十年，我沒有停過，十六年是中文主學，十四年是英文主學。不，侍奉神 有得停的嗎？神會給你 strength， don't worry。Against what? Against 十戒。猶太人以為守十戒就得救， That's wrong。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耶穌在地道成肉身之後，登山寶訓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就是講到登山寶訓，十戒你們守不到的，一戒都守不到。有兩塊法板，十戒是不是每塊法板五戒啊？ No。 第一塊法板四戒，第二塊法板六戒，為什麼這樣分啊？因为四界那里是向神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挑刻偶像为神，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圣名，当守安息日。四界向神，向人呢，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六界向人的，一个隔离那张少年的官，哇，一个后生仔做到官，乖仔嚟噶，佢嚟到耶稣面前个夫子，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然后得到永生？好有礼貌，好有规矩。嗰啲有女儿嘅女人啊，见到咁嘅后生仔流晒口水啦！我都想我女识啲咁嘅人，又有钱，又有规矩，又有教育。佢话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良善的。如果他聪明，这么聪明的话，他跪在耶稣面前，我的主，我的神，他拿了救恩了。他不醒起，因为他觉得挺厉害。他什么话？你这么跟我说，这个世界没有人良善的，我守了十戒，从小就守了。耶稣说，你还欠缺一样，就要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为什么信主的人要得到永生的人要卖变貌所有的？你不用变貌所有的，我都不用。他要，有没有想想为什么耶稣这么说？
他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你知道嗎？產業很多 is not a problem。 座座當中有人有錢佬，有沒有錢佬，有有錢佬。這個世界三種人而已嘛， Those who have, those who have not。 有錢佬，沒有錢佬，但大多數人在中間那裡， They have what they have not。 你買間屋是你的嗎？供緊的嘛，你不供看間屋是不是你，銀行收回了。 So we have, do you have a house? I haveBut I don't have, I have and I don't have, so I have not what I have not. 第三種人，點解佢要啊？佢冇嘢噶，佢以為啊 ，I can work my way to heaven, I can buy my way to heaven. 耶穌 ，no。你心中有個偶像啊，有個 idol， 嗰個 idol 就係你啊。就是你自己成日照住個鏡，哇！我幾乖仔啊，嚇、啊、又守咗十戒，又識得啊做官，又有邏輯，又有學問，而家做到少年嘅官。你睇佢著啲衫同耶穌著啲衫唔同嘅，材料靚啲嘅。當你心中有個 idol， 有個偶像嘅話 ，you have to get rid of it。耶穌話你要變賣所有的，佢就要你唔使，我都唔使變賣我所有的，佢要。耶稣说你 get rid of 你的偶像，你心里面就能够容纳我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相信这个少年的官行为很好的，但他的 idol 要 get rid of， 要整走 idol， 你就有永生了。那个秤砣除了十戒之外，十戒冇人守到嘅，一戒都守唔到。第二样就是爱的戒命，十戒守唔到，可以守到一戒最高个戒命啦。啊，法利赛人问耶稣啊，边个咁十戒里面边个戒命最高啊？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六到四十节嘅夫子，律法上嘅戒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戒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嘅。其次也相傲，就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守不到十诫，起码守到一诫都好，最大的那一诫都守不到。当个秤砣同我们天平上面去称的时候，我们仍然守不到。因为上天堂入去神的国度是本乎恩， We cannot buy our way， We cannot work our way。 第三样东西秤砣另外一边的，就是耶稣生平。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哎，我的中文退步了。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啊，一讲到神，谁可以比到他？耶稣的生平，神的众子中，这个众子是讲天使了，谁能像耶和华呢？天使中间没有一个好像耶和华那么良善。他在圣者的会中，即是人的群，人群里面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自在你四围。其实呢，就赞美耶稣，耶稣是神。我刚才读呢有啲甩咳，因为我国文退步晒，我国文曳到呢，我啲老师要闹我，叫我你唔好读文科，你读科学啦，或者你可以搵到啖食。咁咪读科学咯，好在我读得啫。佢喺班里边读中学，喺班叫我起身对队啊。佢话年关难过，年过咁点对啊？咁我谂咗两分钟，我话事主爱人，处处问得唔得啊？佢话你好彩，佢话我好彩。嗱，你起身，个个坐低啊嘛，我企啦，我再俾个队你对。五月黄梅天，我想了两分钟，我对三星白兰地。五月我对三星 OK 啦，
黄梅我对白兰咧 ，OK 噶。天我对地啦，五月黄梅天，我三星白兰地。佢俾个 A 俾我，唉、哎，感谢神啦、啊，真系。到时就谂啲咁嘅嘢，我都唔，我啲文，我啲中文唔得啊，退晒步。我谂要用英文 ，sorry。发梦都系。第三样嘢 ，what is required？ 喺另外一边秤砣嗰边系咩咧？系 the work of your life， 你工作嘅果效。马太福音第25章咧讲个比喻，天国会俾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叫你仆人来把啲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嘅才干，个才干系 talent 吓。中文圣经好似银，好似钱，俾钱你。其实认真耶稣讲嘅就系讲 talent， 系你个才干。今日我哋用神俾我哋嘅才干。来到服侍他，你唱歌叻噶，攞嚟服侍神；你弹琴叻噶，攞嚟服侍人；你周身音乐细胞嘅，喺音乐里面服侍神。Fine， that's good， 唔系表演，系服侍。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又给了一千，往外国去了。他领五千的，随即拿去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领二千的也照样去拎去买卖。哦，原来神话俾我听，原来神嘅。神话俾你，呢个社会应该系资本主义，五千就系五千，二千就系二千，咪资本主义咯。Not socialism， 我哋嘅总统而家要 socialism， 最新嘅 treasury 系3 trillion 啊 ，$3.6 trillion 一美借钱，而家美国要借钱嚟还债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现在要借钱来还利息，你死不死？ Big government 越整越大。 Socialism In the name of being fair， 也照样赚了二千，但那另一千的出去掘块地，将银子埋藏。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原来我哋神俾我哋 talent， 你如果唔攞嚟服侍神，你将你嘅 talent 埋喺地下。嗱，我就冇 talent 嘅，我中意读科学，中意计数，公嘢 equation。我最弱嘅地方就系作文，老师话俾我你斗嚟啊，话我斗嚟。第二咧就大庭广众讲嘢，我以前唔系咁样，我同我老婆结婚嗰时候你唔系咁样嘅。当神呼召我的时候，要我出嚟讲福音信息，我 what？ 我曾经问神你有冇搞错啊 ？This is my weakness。神好幽默，佢用我嘅 weakness 嚟到服侍佢，唔系用我嘅 strength。日日要预备讲章，一个礼拜用60个钟头预备讲章，一个礼拜一篇。我电脑里面有400篇，啊，有200篇冇400，200几篇。如果我个个礼拜嚟讲，要讲足4年先讲得完。神好幽默，我真系我服咗佢。The Bible teaches it is capitalism, not socialism。你够胆讲咩？加州系 democratic state 嚟噶嘛？我够胆讲，因为我讲完我走啊。第三样嘢啊，第唔系第三样啦，第四样啦，系你一生嘅机会 ，the opportunities in your life。神俾我哋好多机会，呢个少年嘅官有机会变卖所有的来跟从耶稣，或者有机会佢除咗神之外冇人系良善，你即系话我系神啫，佢未谂到呢样嘢。他有机会 ，he miss it。带啲未信主嘅人嚟到讲福音聚会，可能嗰次系最后嗰次啦。Billy Graham 好中意讲呢句说话噶 ，Maybe this is your last time. That opportunity won't come back. Billy Graham 讲啲信息好浅嘅啫，但点解啲人咁留心听咧？因为佢除咗讲圣经之外，佢讲历史、科学、考古。時事追擊，佢話：當你睇《Time Magazine》、睇報紙同埋睇《啟示錄》，we talk they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Billy Graham 口頭禪就 ：The Bible says，
你唔好话你讲，你讲人工你噶。你话 The Bible said， 佢个口头禅有咩机会啊？咁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五第八节，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嘅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并且喝醉酒，做他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主人的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你一生的机会。哦，他主人没那么快回的，做些坏事没人知道的，你知道我知道没人知道，你不讲我不讲没人讲，但是神什么都知道，神可以将我们的人生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将我的人生放大，一日里面你想些什么放大到一千年那么长，来到研究你每一个字，你的思想。又不信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你不用担心，我们的罪已经审判了，耶稣钉十字架 拉走大手债的罪。下一个审判是奖赏，有多少奖赏？现在你还有机会，大家我还有机会，你还有机会，你一生的机会 use it now。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作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因为你明知故犯。你今天没听过这个信息，不怪你，你听过就不是了、哦、原来我要在神的天平里面要被称的、哦，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去向谁多要。The more is given, the more is asked。神好公道嘅，从来唔会俾二千要你赚五千。喺神面前，你又忠心又良善嘅仆人，嗱，良善就冇问题噶。你喺教会侍奉神，一定系良善嘅，呢样嘢冇咩好 discuss。但系忠心 is something else。给你五千，你赚不赚到五千？我曾经在神面前，我神啊，我真的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七节，我就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追想，也不再被纪念，也不追想。我就担心，我神啊，以后在千禧年之后进入永恒没时间的情况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记得，我不记得我以前是哪个人，我不记得我的家庭是哪个，哪个是我配偶，哪个是我的子女，不记得都不要紧。但是我要记得一件事，我要记得你曾经为我罪钉十字架。我自己单独朝头早六点半钟起身，坐在张椅跟神沟通的时候， Every day I do that。 我曾经流眼泪，神，我什么都不记得，不要紧，我要记得你为我上十字架。神立刻回答我，我们祈祷是 dialogue， 不是 monologue， 祈祷是 two way 的，你跟神讲话 you have to listen。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回答我们，在脑海里面 The Holy Spirit connect with my spirit。 神立刻安慰我，你使乜唔担心啫？你会记得耶稣曾经为你钉十字架，你记不记得耶稣有个钉痕的？多马摸过那个钉痕呢？你又未见过我，又未见过我相片，那时候未有 photography 的嘛，你不知道谁是我的嘛，但你认我，教你认我，你认我的钉痕，在这里的钉痕，你就知道我了。跟我同钉十字架的强度，悔改的强度，他我今天要跟他在乐园里面，他复活的身体是没有瑕疵的。我有个钉痕，多马摸过那个钉痕。多给谁？我有时候很担心，我想神不是给五千，是给六千给我。我今天要侍奉神。 We do not wait enough to go to heaven。 有天平上面请的没有个合格的。 But on the cross， 在个十字架上面，耶稣给我们有 relief。 在美国，特别 Bible Belt
Texas 啊 Oklahoma， they have a church in every corner， 你個機會。In every hotel， hotel room 裏邊有本聖經，你個機會。On TV， on radio， in the internet， there are many sermons of salvation。Don't waste 你個機會。神用呢五樣嘢嚟到稱我哋，究竟有虧欠？虧欠就一定虧欠噶啦。我喺神面前感謝神俾我哋。耶稣给我们 relief， 圣灵向众教会讲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多谢各位。今日咧較快鐘啊，所以咧我諗咧第二堂應該多好多人嘅我啊，尋日朝頭早一起身，第一件事就教曬所有嘅鐘啦嚇，除咗一個鐘嘅話，嗰個或者準啲嘅咁樣睇到啫嚇。曬不一今日咧，唔知中間有冇第一次嚟嘅朋友，你喺度嘅話，咪舉一舉手，我哋俾啲掌聲歡迎你，有冇咧？有係嘛？睇唔睇到啊？我睇唔到啊！啊，喺度 ，OK， 歡迎你，歡迎你，好，好做幾樣嘅報告。祈禱會今晚祈禱會呢、這個我哋晚上七點半鐘，咁咧就我已經 send 咗嗰個 Zoom link 俾大家噶啦，希望咧大家嚟到一齊咧嚟到禱告啊。咁咧就係、是、啊有啊一個留咗一個喎、哦。歲月光輝嗰度喎，可唔可以俾翻我？等我報告咗嗰度先，唔係一間漏咗。認唔認得呢班老朋友啊？咁咧應該要四年咧冇見佢哋噶啦，應該因為咧三年嘅疫情啦。咁咧今年咧，咁咧佢哋四月尾咧就會咧，我哋邀請咗佢嚟啊，佢喺加拿大嗰度飛嚟嘅。咁因為而家嘅疫情關係啦，所以咧我哋咧就唔想呢度坐到滿曬，所以咧就限咗250人。咁咧就下個星期咧就買飛噶啦。咁咧嗰個題目咧就啊係阿小弟諗嘅日月加輝。咁你唔知你明唔明係講乜嘢？當你講加輝，你諗到邊個人咧？啊、顧家輝 ，OK， 所以咧，今次佢哋嚟嘅時候，除咗 channel 去唱自己嗰啲歌之外咧，仲會唱好多顧家輝嗰啲歌。但係大家都知道咧，顧家輝咧嗰啲歌有啲係女聲唱嘅，係咪啊？有《上海灘》啊，嗰啲咁嘅啊，仲有咩啊？《萬水千山總是情》啊之類嗰啲咁樣嘅。所以咧，我哋有。兩個神秘嘉賓嘅，一個係女聲，一個係男聲，咁佢哋會對唱嘅添。咁咧就唔話俾你聽係邊個住嚇。咁咧就下個星期咧，我哋就開始賣飛噶啦。咁咧所以咧就係一等大家咧預備好嚇。咁咧就誒話埋俾你聽，大家話5蚊嘅，話哇咁貴，教會賣5蚊嗱。因為咧我哋要喺加拿大咧喺飛嚟咧啲機票好昂貴下嘅。咁如果你覺得貴咧，就今日開始唔好飲 Starbucks。如果你請曬屋企人，你就呢個禮拜都唔好飲 Starbucks， 咁你就夠曬噶啦嚇。咁啊，千祈要記住咧呢一個嘅日子嚇。我啊聽過一個故仔啦，咁啊多謝阿吳宣倫博士佢早咗，所以我要講個故仔俾大家聽嚇。咁啊有兩夫婦咧就去慶祝，要慶祝35結婚週年紀念，所以就去紐約嗰度
就订咗间酒店，五星级酒店，住最高嗰层，第35楼嗰个VIP 总统大套房啊。咁咧就去到之后，大家谂住好开心啦。点知咧去到柜面嘅时候，佢就话今日个 lift 坏咗，你哋有两个 choice， 一系你就玩住啲 gift 自己行上去35楼嗰度，一系咧就喺大堂 sofa 度唞下啊，听朝先有人嚟整 lift 啊。咁啊，個太太就話：唔得，我淑女嚟噶嘛，點可以瞓 sofa 啫？係咪啊？咁啊，叫個先生話：不如我哋上樓啦咁樣。個先生話：哇，兩個夾嘅喎。佢話唔緊要啦，你咁 man 嚇啊。咁咧就讚一讚佢，好啦。咁佢於是托住一個夾，就聽住一個夾咁啊。個太太就話咧：啊嗱，你一路上去，一路會同你打氣嘅嚇，間中講下笑話俾你聽，咁就好快就去到噶啦。咁啊，行下行下咁個。老公就投訴啦，哎呀，乜你個夾咁鬼重噶、啊、你裝曬啲乜嘢咧？咁佢就啊個太太真係同佢打嘅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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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路上跟住一路講笑話嗰啲唔好笑嗰啲笑話嚇，咁、啊、一路行行，最尾行咗15分鐘、20分鐘，去到32樓嗰度啦，嚇仲爭3層，佢話冇氣啦，太太唔得啦，咁、那個太太話我講多個笑話俾你聽，呢、這個好笑嘅，咁個丈夫話好啦，你講啦。佢話咧，頭先唔記得攞鎖匙啊！你記住下個星期咧，我哋得250張飛嘅啫嚇。如果你唔記得嘅話咧，咁就 sorry 啊，就話唔知道啊，我哋呢啲弟兄們會唔會即係再翻嚟噶嚇？就所以咧，大家唔好錯失咗呢個機會啊！好，跟住咧啊，我呢個今年咧，其實我哋好著重呢個祈禱嘅。咁咧，除咗咧 ，Dr. Morland，OK、okay, 喺下個星期會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咗阿黎廣全牧師咧，佢係基督六家嘅退休咗嘅牧師噶啦。咁咧，佢咧就啊，而家咧好喺呢個祈禱裏邊咧，好有呢個嘅啊嘅專長，同埋咧好有呢一個嘅教導，所以咧佢會咧由下個星期開始咧，3月19日咧就喺E108号房嗰度教下我哋點樣祈禱。點樣祈禱法應該點樣祈禱咁樣？咁我諗咧，我哋祈禱嘅時候，大多數咧啊，我哋其實咧，我哋祈禱係好咩咧？好就住嘅，窒住，即係我哋諗到即係可能會發生嗰啲事，我哋先祈禱嘅啊。即係譬如咧，就話啊，如果我哋要租啊，要建堂嘅話，或者要租買個堂或者租個堂嘅話，哎呀，啲租好貴啊！啊，可唔可以呢個業主減租咧？嗱、啊，我哋只係諗減租嘅啫，冇諗過免租嘅喎，係嘛？冇諗過送咗間教會俾你添，有冇啊？啱啱發生咗嘅啫嚇，我哋識得就係送有間教會送咗間教會俾另外一間教會度嚇。咁、啊、我哋咧就我哋祈禱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就諗好少嘅嘢嗱，所以咧啊呢、這個祈禱咧，其實就教我哋祈禱嘅時候要放膽量咁樣祈禱。就唔係咧，自己即係話窒住咁樣祈禱嚇，咁咧希望咧你會咧嚟到參加呢、這個係用中文講嘅。咁我哋下個星期嚟緊呢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就有呢個 Dr. Morland，OK、okay? 講呢個嘅神蹟考察團啦。其實咧佢同我哋講呢個 miracle 同埋祈禱嘅，所以希望咧你咧能夠嚟得到啦。星期五係星期五晚，星期六朝頭早同埋星期日咧喺早堂嘅時候咧。在跟我們一起的分享的下個星期呢我們是聯合崇拜的對我們沒有什麼分別因為我們都是9:30在這裡9:30在這裡國語堂會跟我們一起然後11:15呢就有英語崇拜它是講兩個不同的信息的咁若果咧你嘅英文你 OK 嘅，咁你去埋呢個嘅第二堂啊，咁咧就係嚟緊呢個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咁啊，家庭托付禮，若果你有啲baby，OK，、okay? 你一想咧就一齊成個家庭將家庭 dedicate 俾神嘅話咧，咁你可以咧向呢個 nursery 嗰度報名嚇、啊。如果你唔知點樣嘅話，你同我哋其中一個牧師講就得噶啦。咁咧 Camp Lifto 咧 ，OK， 就係我哋嘅中學生嘅一個。夏令會 ，OK， 初我一睇咩早鳥假、平常假、延遲假咁樣 ，OK， 早鳥假我就知啦，咁係 early bird 嚇、啊，然後就叫早鳥假，我都係第一次聽嘅啫，啊，咁啊，大家都知道早起身又好噶啦嘛，所謂早睡早起就身體好，
晚睡晚起呢，心情好啊，嗰啲中意夜晚瞓嗰啲系嘛啊，早起嘅鸟儿有咩话？有虫食，早起嘅虫儿咧俾雀食啊，所以咧有好有唔好嘅。不过你话关我乜事啊？关噶，你啲仔女系就系呢啲年青人，你系俾钱佢买飞嘅，所以咧都系好多去早鸟嗰度 OK 啦吓。记住咧，早鸟系4月9号嗰度啊，系咪4月9号啊？嗰、那个二三系咩嚟噶？吓、啊？G23号。哦，G23号。OK， 我仲以为4月9号23蚊。四月。OK， 咁咧，我哋有唔同嘅主日学班。咁咧就你如果未去过嘅话，我哋鼓励你去一班试下，睇下你嗰班你中唔中意。如果你覺得不是很合適你的，你就去第二班，那就是完了這個時段的時候，多數是11點15分左右，在旁邊的那個building那裡的。奉獻你可以將你的實質的奉獻放在後面的箱，或者你上去我們的 website 那裡，去那個 postpay 那裡奉獻都 OK 的。好，那我們起身，我們唱一首回應歌好嗎？你带啦，企喺你后边啦。我哋怀着感恩嘅心，因为佢成就一切，是你。零下刚返阵，抛开尊贵，甘心牺牲，十架难酬金主大能，神得胜了，已成就救恩。我好希望听到 在座当中每一位会众发出呢个赞美嘅声音。我哋呢位主耶稣真系值得我哋去敬拜、赞美佢嘅。所以放胆，纵然隔着口罩，我哋都可以发大声嚟唱。所以我要企前啲要听下。是你零下刚返阵，抛开尊贵，甘心牺牲。做个祈祷啊！我哋慈悲仁爱嘅天父，我哋多谢主你今日俾吴孙伦博士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信息。主，我哋或者有啲人已经信咗主几年，
十幾年或者幾十年，主，我哋可能對呢個救恩有時都忘卻咗，唔記得咗主耶穌愛我哋一個地步，甘願喺個十字架為我哋嚟到犧牲。主，我哋願意，我哋都係將呢一個嘅注視力呢、這個 focus 翻翻去主嘅身上。主，我哋叫佢主耶穌基督，唔單止係淨係耶穌咁簡單，係主係我哋嘅主。我是我们的王，好像刚才我们唱所唱的一只歌一样，是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说神凡是主所吩咐的，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是尽力去做，好像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人，也都爱神。主，我们都是求主你，我们去到我们不同的地方，或者我们做工 的职场那里，或者回到学校里，或者我家里面，我们一定有些人是未认识你的，求主你都是我们是为他们祈祷，跟着是放胆的将这个的福音来到跟他们分享。主，即好像刚才吴博士跟我们分享那一个人信不信是他和神的之间的责任，跟我们无关，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周遭左右隔离，而有没有其他的人而从来没有跟他来到分享过，或者邀请过他来教会，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主都是求主你都是给我们有这个的爱心，有这个的勇敢刚强中壮胆，这样向我们周遭的人来到是传这个福音，邀请他回来教会。多谢主你给我们今朝后早这个的信息，这个的挑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耶稣得胜